忘不了，忘不了。不管是腰间肉还是三十二滴奶，刘一星哦，你真的很叫人难忘哎。他昨在新一区放送，哇哦，是好久不见的三十二滴奶哎。不少阿宅摄影师早就有备而来。好啦好啦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一心该换下一套咯。我觉得你不要在外面这件脱掉，没有这件事情，这样感觉很透明，更就像你的更有那种幻想吗？对，为你们遐想，而且天这么热。热那件事你知道，就是以防蚊子会进来。看你这样，那你吹到那边突然间蚊帐出来，你会觉得很累。就是暑假了，就是请大家就是注重防晒跟防蚊，夏天到了。